他的 CD 很漂亮的音乐，哇！每天在车上我都开那音乐，哇！真的是，我的朋友，为你安排一首，相信大家对他不会陌生。最近天气有点热哈，应该也是熟了，会熟。榴莲啊，谢谢哈，不多不客气了。对了，大姐你中了，哎呀，林俊杰，<笑>好，为你安排一首《葡萄成熟时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哎。
肯定很甜的啦。哎，很开心今天拿了两个红包来呢 ，Thank you， 谢谢，多谢啊，两位。好，那为您安排的这一首歌，您配上了本身老师讲哈，年纪最大把了，唱的歌都是比较怀旧一点哈。啊，相信啊，像我接近我们这些年纪的美女俊男，绝对对他不会陌生啊。年轻的小姐们对他这些歌都比较陌生一点，不过现在已经不同了。很多的新一代的歌手都拿这些怀旧的歌都来重唱、重唱、重唱，会重唱哦。啊，只是音乐节奏不一样而已。那好，那为你安排的这一首歌，时间上也不要讲太多哈，听歌为主哈。因为梅莎本身在台上讲话就比较不是很好，讲话不会有人听，也讲得不好笑啊，只会唱歌而已。我还是乖乖的唱。好，为你安排一首两首慢，下来为大家一首比较轻松的歌。献给你一首《梦在你怀中》，谢谢你们，祝你好梦成真。来，也在这里祝台下所有观众老板，新的一年，新的希望，祝你们发大财，新年快乐。Yeah.
应该很爽，真的、啊、叫你唱过一首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对对，他在那边，我没有讲骗我，真的，好好，好不好？可以可以的，来啦，好，现在我们呢，大家都会知影，我们就是讲今日咧，听着咱的神王背主嘛，把咱的进行的调包啊，不断千秋，哇，大家都知道这间庙做一个大日子哦，哎，可维持我们的活动基金，所以今天我们也卖这个星期星期。明天的红包，那明天的马票，明天的马票三块啊，那会十块，由我们的丽小姐下去服务，就放会十块做我们的哦，这个号码一直开，我本来是想买哦，来哦，就放十块，所以要买的人可以跟我们的丽小姐买今天的明天开彩的大发财红包，你顺顺走啦，丽啊。你要顺顺这样走、哦、你跳过来跳过去，我不变，你没他应该从这边先开始，从这边开始，然后从这边，那一路跳了，但我后尾跳过后尾，我不变，这边去了，对啊，一百你背到了，你背到来山来后，我们打你了，你照顺还当破。我们这几个都不要叫小玲珑，大家举个手哈，我举个手你比较麻烦，你要这样一排一排走。你相信我，林北还第一次看到人家卖红包用举手跳来跳去这样跳的。啊，那我就轮着走哈，一直排走。证明他说没有很少卖红包，对对对。他表也表。对，那哎，高一他是那个发财手，对不对？发财舅，对不？啊，很多的烧金。你有卖过，通常都很旺了。对啊，看一下。哎，十块七块买，十块七块买一个。对对对对。哇，我一看了才哎，唔怕赔过红包的哦，对不对？哪有这样用举手的啊？来，支持。老板要求你唱多一首。好。什么歌曲？你安排一首呢？是老师说你永在你梦中不错。啊哈。你上面不久，老师。啊。什么？你上面不久。什么歌？你不要，你老王给我唱，你老王给你要来。我求都别这样。来来，没去没去不求，来听我们没去没去不求，来上面不求，不求不求撸来撸求。啊，转机买飞机票，明仔想坐一个国际头。日本歌啊？不是日本歌啦。什么？华语歌啊？哈？也不是给你听。来听我们没去没去不求，来听看看。来，我老师，来上面不求。阿弥陀佛啦！Thank you.
来，谢谢我们的李莎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了哈，那呢，我当基金哦，我们的